旅行就要尽情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，而我咁贪靓，今次嚟到京都，自然就要嚟个优雅的和服打扮，融入古都情怀。今次我就选择了蒙馆的出租和服服务，因为他们有很多款式都是自家设计，由选择和服、穿着以至化妆 set 头都可以一站式完成。据蒙馆化妆师 tips， 今年初秋强调白里堂的肤色，化妆前可以用雪花手的固本樽液，入面的绿茶和红心成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。之后再用 Alter MD 的防敏粉底防晒乳及 Primer Vista 的完美持妆蜜粉打底，妆感轻盈得来，又可以抵挡紫外线。眼影方面，不妨用多些夺目的颜色，好像蓝啊、绿啊这样，都可以令人看上去更加精灵的。我就推介 Sofina 的彩盈明眸眼影组合，一盒就有五只颜色，入面的珍珠粒子还好有细。好了，最后 set 埋头和衬埋个靓靓头饰，咁就去出街啦。希望你都喜欢我的日系和服 look 啦。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acebook page 啦。